赛事嚟到第八场，三班直路一千杯赛一开闸嘅时候啊，咁前面快啲嘅马咧，见到中间大白臂嗰只就劲躺区嚟噶，咁红衫咧仲有皇帝法令都快噶啦，咁啊数翻外栏啦，御风已经走咗出嚟先添咯，跟住大约第四位仲有太极至尊啦，咁啊再后边嘅马咧仲有喜盈门就喺外栏咧橙眼罩嗰只啊，中闸嘅位置有谭笑用兵啊，数翻入边咧黄眼罩就走胜啦，橙衫白帽喺入边啊就系大热门英姿团啊，再后边嘅马咧先见到有上进心啦，咁啊同埋喜万家后啲正白旗啊、军策令啊、清新空气、金威王子嗰啲马跑咗接近一半嘅路程啦，前面放咗出嚟嘅马咧就见到有呢只咧外栏位置御风啦，劲闯区已经咧拍咗上嚟噶，再喺入边嘅位置上紧嚟有太极至尊啦，咁啊再埋边啊英姿团呢几步扑上嚟啦，中间仲有就系呢个皇帝法令啊，斗到嚟最后百零米，前面劲闯区仲系占先啊，但系太极至尊同埋埋边嘅英姿团一路扑紧上嚟，接近终点啦，劲闯区到唔到啊？定系英姿团啊？好接近啊！第三名咧就系太极至尊啊，第四应该系皇帝法令啊！哇，睇下拍宝斗嗰百五系搏你嗰百五嘅啫，好睇怕咧就英姿团入边机会高、啊，但系外边劲闯区都好有机会啊，好近啊，影相啊，两只热门啊！快快睇个冲线镜头啦，好近喎、啊，边个倒先啊？再睇睇唔睇到咧？我睇有支英姿团，系啦，呢度就一齐未到，跟住呢度一齐过咗，一格前就未到，一格后又过咗。啊，伟达真系叻喎，佢拣嘅太极至尊系咪咧？都系真系先过皇帝法令喎。哇，好刺激喎！边个捧杯啊？快啲嘅就有劲闯区啦，御风当然都快噶啦，咁啊亦都cut到埋栏啦，买大白臂梁就劲闯区，皇帝法令都快啊，咁啊跟住中间系太极至尊，英姿团咧早段都系三档白色帽，而家都系尾四五到啊，不过今次就唔会好似上次今次先骑啦，如果今次先骑输咗噶啦，而家都仲系喺中间啦，即系英姿团。劲闯区皇帝指令，跟住喜万家，然后太极至尊，咁已经搏命骑紧咯。白帽嗰个柏宝而家喺镜头左手边，唔可以咁迟发力啦。今次前面嗰只劲闯区嚟，不敢怠慢。哇，有冇啲落有啲外闪啊？只马原来呢度、有啲外闪，唔怪得骑得咁辛苦啦，都浑身解数。柏宝呢场闪多步都闪啊，继续闪啊，只马啲紧紧赢嘅啫。